你对他的印象是？就是一个很幽默诙谐博学多才的一个男生。哎，这是我选男朋友的标准，你知道吗？八个字儿：幽默诙谐，然后博学多才。因为李诞老师蛮符合的。一到五分，你觉得他不会？一到五分，五分呀。天爱是之前就认识，然后他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漂亮，肯定不用说了。其实他内心骨子里挺小女生的，外表大家都觉得他是那种御姐范儿，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小女生。杨子姗就是很温柔、很好看的一个女生。谢可寅应该就是活泼可爱的那种吧，对他之前的印象。如果你想邀请一位圈内的好友来参加我们见面俱乐部，你想邀请谁？凯凯吧，因为我们刚做完这个剧的宣传，然后也最近也在跟他聊这个剧的一些事情，就是比较聊得来的一个朋友。而且他吧，他的那个独到的见解也蛮好玩，蛮有趣的。